我都想知道，你記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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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嗱喺柏麗大道呢度咧，呢啲全部都係咧出籠嚟嘅，而喺湖東嘅出邊咧係防暴警察。在對面馬路啦，就啦，應該就有一班防暴警察啦，就不斷咁叫啲市民啦，就不斷後退嘅。因為而家咧，我哋過唔到去，所以就點解用呢個位咧，就幫大家做到。喺嗰邊咧，應該係放咗催淚彈嘅。誒，得啦。咁未來流地出啦，我就應該射咗。兩個車嚟揀嘅。好啦，如果發火咧就。我繼續喺後方嚟啦，唔該。其他市民圍觀嘅人，繼續喺後方嚟啦。俾過去啊！防暴唔俾我哋過去，一出咗去就叫我哋行翻上嚟，所以我都過咗避難嗰邊。幫大家做個補充。向後方嚟啦！向後方嚟啦！唔該。哎，啱啱有。啱啱聽到起碼有三聲嘅槍聲。警方咧喺現場咧不斷咁呼籲啦市民啦盡快離開嘅。
我想搭船去中環，行慢咗去碼頭啦。好啦，而家無啦啦我俾出嚟，係咁照。你繼續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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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哋會將你拘捕，你繼續。
先唔明啊？我喺現場喺度防暴警察，我特線埋佢度，你聽唔聽？你聽唔聽？你聽唔聽？你明唔明？你出嚟啦！我想乜过去啊？Okay, no, that's the one.
我對住炮大道呢邊，係嚟咗十口，嚟咗口啦。我唔知佢俾我過去喎、啊，好似唔俾我封咗啊，因為佢過去。係啊，咁你係。江村呢，去跟得你，由右至左，五個人嘅先生。江村呢，去跟得你，藍旗 stand by。咁我而家咪就嚟。哦。停一停啦，即係咧，再翻。